大家晚上好，今天是四月二十九号星期四，我们把今天所修的功德跟大家分享，洒脱。现在已经到达了我们让身心放松休息的时间，所以接下来请各位一起闭上眼睛啊，我们就轻轻柔柔的闭上眼睛，眼皮慢慢的垂下来，也就好比我们晚上快要入睡的时候，那么轻松、舒服。我们没有用力压眼珠或者眼皮啊，轻松地闭起来。我们微张就可以了，然后我们就把我们的双眼都忘掉了，感觉它不存在了，因为我们静坐的时候，我们没有用这个肉眼去看画面啊，完全都是用心体会的。然后我们就采取自己感觉最轻松、最舒服的坐姿来打坐，舒舒服服的坐就可以了。要单盘、三盘、坐椅子都可以，我们只要感觉坐下去了，不容易酸臂、麻痛，这样就可以。身体的放松会让我们的心能够容易跟着放松，所以我们愿意花一点点的时间来调整身体啊。那么我们就从我们的头部开始观察，哪里紧绷，哪里不舒服，或者有重重紧紧的感觉，我们不需要忍啊，我们调一调就可以了，因为现在我们是来休息。我们的额头放松，眉头也放轻松，眉间的肌肉也跟着放轻松，我们没有皱着眉头打坐啊。有的人已经做成习惯了，就是闭上眼睛会皱着眉头，所以当我们知道了，我们要把它放轻松。鼻子
嘴巴牙齿，有的人也在无意中低头打坐，低头的时候会让我们在无意中压紧牙齿。当我们知道了，我们就把它放轻松，两边的脸颊也跟着放轻松。然后我们稍微微笑一下，让自己的肌肉，脸部的肌肉更加轻松。颈部也放松，两只两侧肩膀，两侧肩膀就观察一下，它有没有提高上来。如果有的话，我们就把它放轻松。手臂、手腕、手掌，直到我们食指、手指头都完全放轻松。我们的手怎么摆都可以哈。现在我们就没有担心坐姿标不标准、好不好看了。我们现在已轻松舒服，更有觉知正念为主。胸部也放松，腹部、背部，背部也是刚刚好的挺直，没有太直，也没有太松，刚刚好的。这个背部是很重要啊。如果我们背部太直的话，我们会感到不舒服。但是如果太松的话，自己也会容易昏沉，容易睡着。所以我们调得刚刚好。腰部也放松，两只脚、大腿、小腿，直到我们食指、脚趾头都完全放轻松。然后我们来深呼吸两三下，增加我们轻松舒服感。我们又深又长的吸气，然后再慢慢的吐气。我们再一次最深、最深的吸气，再慢慢的吐气。
洗气的时候，气的终点是到我们腹部的中央那里，也就是在体内的中央处。然后当我们吐气的时候，我们感觉把内在的紧张，所有的压迫感，统统都排出来，只剩下自在的感觉，细细腻腻的意识而已。再一次最深最深的吸气，然后再慢慢的吐气，感觉轻松失败，然后我们试着想一想，现在自己好像坐在一个泡泡里面，泡泡的性质是很轻，很柔。我们坐在这个泡泡里面，自己也跟着变轻，好像自己能够跟着这个泡泡一起浮上来，好像没有什么重量了。我们慢慢体会到休息的意思，感觉轻松舒服，感觉很自在的。然后我们试试看，把我们的心安放在舒服点，哪里舒服就先放哪里哈。如果呢，因为还找不到舒服点，也不要紧。我们就把心放在哪里都可以，然后我们就认定了那里就是舒服点。当我们的心宁静在那一点的时候，本来是不苦不乐的，从不苦不乐会感觉舒服感慢慢的涌现上来，会感觉轻松舒服也慢慢增加。失败失败的感觉也慢慢扩展扩大，就从这个不苦不乐的出发点开始，只要我们宁静，轻松的宁静定在那里，我们感觉
很舒服，สบาย因为我们把心放在满意的地方，所以我们的心是很喜欢的。只要宁静，这样宁静，心就会越来越沉淀，变成清净的心。也就像我们有一杯浊水，如果我们希望它沉淀的话，我们就应该把那杯浊水放着，然后它自然而然就会沉淀，变成干净的水。我们的心也是一样，只要宁静，定在舒服点，我们的心就会越来越沉淀，变成清净的心。我们正在休息啊，所以สบายสบาย的做就可以。我们没有跟任何人竞争比较，我们现在也没有再跟自己比较昨天的跟今天的，我们都没有拿来比较，因为我们现在正在休息，能够这样宁静，这样放松，我们就心满意足了。所以สบายสบาย的做就可以哈。接着我们就各自练习一下。
宁静静松舒服，我们的心仍然宁静，定在舒服点那里。接着，我们一起来发慈悲心给一切众生啊。我们轻轻的动念我们的心，心就会自然而然的扩张、扩大，能够笼罩着我们自己的身体，再扩大到我们整个家庭，继续扩大到全世界，整个宇宙，无数无量的宇宙。然后我们就为一切众生发愿，哪个众生正在受苦，我们就愿他们能够离苦得乐。那个众生正在快乐，我们就愿他们更快乐。愿一切众生彼此相爱，如同胞一样，没有互相伤害，众生之间也没有产生任何仇恨。我们也愿所有的战争、灾难、疫情都早日消失。然后我们就为自己许愿，愿我们生生世世生在佛化的家庭，终身行善，不要造任何恶业，有清净的身口意，能够当自己与他人的善知识。愿我们终身只交善友善知识，不要去交任何损友恶友。也愿我们身体健康，在修功德波罗蜜的路上都圆满顺利。当修行静坐的时候，心能够早日证得内在的法身，容易静定下来。然后我们就把今天所修的功德供养给我们每一尊正等正觉佛陀，每一尊辟支佛，每一尊阿罗汉，也把今天所修的功德供养给我们每一位导师，有龙布祖师、龙婆他们是有法身师父、长老奶奶等等恩人。我们也把今天所修的功德回向给我们
历代祖先以及已经过世的亲戚朋友，愿他们能够有更好的生活，能够转世到人世间来修功德波罗蜜，然后接着我们就各自发为善的愿哈。发愿的时候就在舒服点那里轻轻柔柔发愿，发对我们修功德波罗蜜有帮助的愿啊。สัพเพพุทธาปัลปัตตาปเจกานันจะยังพลังอรหันตานันจะเตเชนะรักขังพันธามิสัพพโสสัพพุทธานุภาเวนะสัพธัมมานุภาเวนะสัพสังฆานุภาเวนะสัทธาโสทีภะวันตุเต请大家以最发喜的心互相随喜功德萨图，有一天，龙婆的马修友跟龙婆的达西波跟老奶奶谈话，龙婆的达问老奶奶说：“奶奶，你看起来好像很健康。”你年轻的时候有生病过吗？老奶奶就说：“当然有，我是人，不是铁哦。”龙婆达就问：“那什么时候才生病呢？”老奶奶就说：“年轻的时候还好，差不多30岁的时候有生病。”那你生病的时候你怎么办？老奶奶就回答说，那个时候睡觉睡一个晚上病就好了。龙婆达继续问，那40岁的时候呢？40岁的时候要吃1-2粒药，然后睡一个晚上病才会好。50岁呢？50岁的时候吃5-10粒药，然后睡觉睡1-2天病才会好。龙婆达就继续问，那你几岁的时候静坐最好的？老奶奶回答说，差不多40岁，那个时候跟祖师一起深修静坐，一天啊，白天的时候打坐6小时，晚上还要坐6小时。当闭上眼睛的时候，就忘掉了身体的存在，但是内在很亮。亮的如同在天空摆满中午太阳那么亮。然后龙婆达摩修就问龙婆，问老奶奶说，奶奶，你一天呢，在白天打坐6小时，晚上6小时，你这样做可以做到几岁？老奶奶就回答说，差不多50几岁。龙婆他打很好奇，就问老奶奶说，应该是年纪越大
静坐越好才对，不是吗？老奶奶就回答说因为年纪大的时候啊，坐到一段时间会想上洗手间，当去上洗手间的时候，心就会从最细腻的那个经验退出来啊。大家听这个故事，你们会联想到什么呢？每一个人都被魔来干扰，有一种魔叫做蕴魔，五蕴的蕴。所谓的蕴魔，就是我们的身体会老化的，会变化的。身体本来健康就不健康，本来可以打坐很久，不久就会酸，就会痛。所以我们知道了，我们的身体会越来越老，那么就要反问自己了。现在自己在做什么呢？是不是跟老奶奶一样用功呢？是不是每一天都把它当作非常珍贵的日子来修功德波罗蜜呢？今晚龙屁祝福大家，祝大家身心愉快，生命光明，早日证得内在的法身。祝福大家晚安，明晚见。